十五岁半就出道了。当年以他低沉的嗓音，在台湾有小白光之称，有台湾的美空云雀之称。但他在歌坛只有仅仅的十年，他就离开了歌坛，整整的28年没有再出现过在群众当中。很多人都对他有特别的怀念，他的歌声，他的大环，他的美丽。如今他变成什么样子了？只有这些年来只有在慈善晚会能够看到他。他也是在所有群星会的歌手当中，在2008年、2010年办过2场的个人演唱会。他现在如何？各位朋友，我要你们用你们最热烈的掌声给永远的不老歌姬冉湘琳热烈掌声。让我亲自来迎接他。
还好。